见了，那副行刺没能成功，被那行人屈松鹏拿了溜走了。那行人的母亲，那老太太顶到花的看见这情景，想想这刺客我是恩待他还是仇待他，思来想去还是恩待他为好，如果仇待他，坏人有坏人的忧当，坏人有坏人的痛苦，累来我个儿子在家里格外不得安稳。我恩待他呢，不问什么人都有个良心。你到人家来杀人，被人家抓住了，人家不打你，不骂你，把你拿来放出来，你自己心里想想，日后这个人家为难，也就不算个人了。所以那老太太吩咐自己的孩儿和外孙儿把刺客拿来放他，那就带着破天雕还不敢走，心里我老太太怕你到你打你，本事好呢，我跑得快他抓得快，累来吃苦吃得更大，干脆不走，就躺在花台的地方。那个老太太把刺客往往不走，不走何妨把你亲自话听，我们来谈谈究竟什么原因你到我家来行刺偶尔。破天雕盯到话听，把情况说明，是挪一万买着我来行刺的，我来是准备找有钱，没遇到有钱才想起来杀他的。啊，那个老太太想想，我们跟罗一万家有什么仇隙？好像没得，不应当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啊。嗯，这件事情啊，要等于钱嫁来以后，查点下子就晓得了。喂呀，壮士，尊姓大名，哪里人士啊？哎，老太太，你问我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哈大有来头，大有来头啊，大有来头。那老太太把他汪汪的大有来头，把你这来头打你，你大概是皇儿敢殿下，杀人不偿命啊。壮士，你有多大的来头？请讲。啊，好的，老太太啊，我也是个好人家之弟啊，我也不是个坏人啊。我的父亲啊，昔日在朝中做过大官的，我姓破，哎，叫破天雕。我个父亲呢，在朝中官居直殿大将军。啊，那个老太太听他嘴头说，他个父亲曾经做过直殿大将军，做过直殿大将军姓破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破英。要谈到破英，
跟我们家这边是同家之好，因为我们都是总臣，同殿臣臣啊，相处得很好。朴英，难不成他是朴英的儿子？不想到朴英啊，不仔细地看朴天调，想到朴英，再把朴天调仔细地望望，哎呀，越望越像朴英。哎呀，难不成他是朴英的儿子？朴将军的儿子怎么落魄到如此的地步啊？二，减肥时，朴英朴将军的孩儿宁准是朴英朴将军，哎，老太太，你怎么晓得的？一点都不错。我个老子是朴英，做过浙江大将军。哎呀，朴相公，啊，老太太。朴英朴将军，我们是同家之好。二老个，老太太，照你这个话讲啊，你跟我老子还是个朋友还家，不要混家。令尊大人与我们家这边老大人是朋友，同家之好。哎呀，朴相公，你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？朴将军现在怎样？你家中可好？老太太提到这句话呢，我心里头就难过。哦，朴相公，你讲给老臣听来，让老太太想想啊，我这有好多年不知朴英朴将军的音信。我们家老大人则独臣边道定行，离开京城十多年了。后生呢，老大人在任上病故了，我直接跟外界的联系也就少了。离开独臣十多年，一直不晓得朴英朴将军怎么样。今天都要好好的听听，朴相公，你讲。老太太，这话长了，你可有功夫听啊？老三，有时间听，你讲吧。啊，好的，老太太，你还是听有头有尾，还是听去掉中间听两头，还是卡掉两头听中间啊？让老太太把朴天调往往这个笑话，怕你这个二哈呢，说的这些话呀，都有这个落不得对的。朴相公，听事情当然是有头滋味。哦，
老太太啊，这件事呢，我要从5年前开始说起啊。我个父亲嘛，在都城住过，我跟我个兄弟跟着父亲在一起。我个兄弟呢是个呆子，哎呦，还就是个呆子，很那个呆子。那老太太把他问问啊，你个兄弟是呆子，你看上去呢也不有啊，都哪管啊？你不呆，我不呆，我比我兄弟聪明的多了。老太太啊，我们弟兄两个命苦啊，小的时候嘛，我们妈妈就死了，就是老头儿带我们。哪晓得有一天呢，老头儿有了病了，病还就病得厉害得很呢，病重了。当其时啊，我跟老头就发了2封信，2封信嘛，一封到山东，一封到江南，把我们的两个叔子请得来了，有事情啊，管着我们的叔子，就是我个老头的兄弟。哦，老头的兄弟，哎呀，那老太太想想，据欧叔子碰硬家中没得兄弟，拿过来两个兄弟的，听蒲相公嘴头讲，发2封信，一封到山东，一封到江南。我们在都城的时候，曾经听人奉传过，说是蒲英。蒲将军勾结水旱二寇，当时我们并不相信，看来啊，都有这个影子。听他慢慢的讲，那家叔子寇城到京城来了。我们的两个叔子不晓得多好呢，这道心就赶到都城来了。赶到都城来了，我家老子呢欢喜三叔子，不欢喜我们的二叔子，说三叔子人好，二叔子呢太粗，脾气太暴，不欢喜他。我个老头呢，就拜托二位叔子了，说看来我不行了，我不放心你呢，就是我这一双孩儿，我放心不下。当其时，我个那个二叔子没有开口，我个三叔子就说了。说大哥，你放心，你安心静养，你不会有事情。如果说呀，万一有了事的话，你的孩儿就是我的孩儿。结果我个老子嘛，就放了心了。哎，也奇怪呢，我家两个叔子到了都城。跟我个老头谈了晚晚，我个老头病得好了，身体也好了，两个说是事情太忙了，不能多耽搁个，就告辞回家了。那要他们才走啊，我个老头的病又犯了，一身复发呀，药食无功啊，看又看不好，一命呜呼。我们弟兄两个
你不会过日子，就请家里那些家人帮助我们办老头的后事。包老头后事办了以后，家中所剩无几啊！所剩无几嘛，家人不愿意等了，各自散了。我们你不会过日子，把这个积蓄一点个钱用得干干净净。好在嘛，我们会全办公，就大卖权，就沿途卖艺哦。赶奔江南，就到了我们家闪烁子那个地方了。我们家闪烁子看见我们来了，把我们接下来了。哪晓得我们家闪烁子嫌贫爱富啊！那老太太听听他话，我这就不懂，什么话子？你个闪烁子！把你们接下来，你们沿途送的逃犯到你江南，怎么你个闲叔子又嫌贫爱富呢？哎呀，不相公，此话老人不太明白。你家闲叔子又怎样嫌贫爱富？哦，老太太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我告诉你啥，我个闪烁着那个姑娘啊，自小啊就许配把我是我的个老婆，哪晓得呢，我个这个闪烁着也就是我的丈人啊，他欢喜我个兄弟，他不欢喜我，他不是嫌贫爱富吗？啊，这话怎么讲？你们弟兄两个皆一样的穷，怎能嫌贫爱富？分明你不下好，故而你商人不欢喜你。老奶奶，这个才把人冤枉死得了。我这个人不晓得多好，不晓得多学好呢。要谈到我不学好的话，那就冤枉人了。哦，他又怎样嫌贫爱富？你听我说的。有一天呢，我跟这个老头儿，我的岳丈啊，也是我的闪叔子，就来问我了，说是天了啊，我把我个姑娘扒了扒你啊，我还有这个不放心。我说老头啊，你哪一门不放心？还是我不会睡觉还这么说？那老太太听听忍不住，好像不等那个破相公说话，这多丑啊！我呀，老头说了，你拿什么来养活你家老婆？我说赚钱哎。他说你有什么本事赚钱？我说做强盗去偷去抢。他把我一骂，小小年纪就晓得做强盗去偷去抢，没得赚钱的本事。我把姑娘把你是不放心，你都滚出去赚钱，赚到一波40两银子作为早清，那所以你送给我，不得一波40两银子，你不准回家娶老婆，所以我不得办法出来赚钱的老太太。